你们好，欢迎各位帅哥美女们来到我的这一期视频，我是你们的绵白啊。好，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害怕挑战，其实就是看一些恐怖的视频了，不是不要搜索，大家不要误会了，好吧？不要搜索，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出，没事，大家不用怕，好吧？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带大家来看恐怖视频，反正你们不用怕就完事了，好吧？我在啊，有我在。哦，不，在开始之前呢，还有说点赞三连关注的小伙伴们，这个身体健康必发财，必找男女朋友，好吧？那我们这期视频。哇，一开始就这么刺激，这么黑，要窜出来一个鬼是吧？吓我！要干嘛？不要过来！呜，一个鬼！哼，我已经猜到了，鬼怎么还不来呀？鬼呢？怎么还不出来呢？你出来呀！神奇了，为什么不出来？哦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准备好！又干嘛又来？僵不死溃啊！啊？走了吗？这是？就没了吗？这个气氛很到位啊，兄弟们！刚刚那个白衣服的人呢？没了是吧？又要窜出来。到底来不来呀？来不来呀？我都等得花儿都谢了呀！到底吓不吓我？又来。意不明，你不是，这是不就是个 P 了个图上去吗？你又不冲过来吓我，这，哎，我还以为他会突然咚一下冲过来把我吓死，结果在这拍了半天毛都没有，哇，真的变态这些人。这厕所吗？废屋探险，有个眼睛。哦，这气氛还可以哦。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清楚哎！别糊啊！你不要糊啊！我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啊！哎，神经病是吧？这是猫吗？傻了吧？这是个特效吧？这谁都看得出来，这有什么吓人的呀？还是大白天的，真的是。咱们继续看好吧？那还要回放几遍是吧？还给你圈起来，这么多吐槽点，还给我圈起来，这哪里吓人呢？一点都不恐怖好吧？没那么吓人，真没那么吓人。哎，我承受能力提高了。两夫妻是吧？哦，一个人在睡觉是吧？什么鬼啊？什么鬼啊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情况？是有人在动他们的被子吗？哇，灯开了呀，外面。哎，有影子哎，我操！门上面有影子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恶作剧是吧？哦，这是梦游了吗？他的妻子。我就是有点恐怖啊，像演的哦，像演的，啊，演的，啊，假的，那没事了，这，一开始还有点气氛的，到后面就，那个做戏的成分太明显了，这可以自然一点的，可惜了，好吧，啊，一开始前面气氛还是很到位的，好吧，啊。魔术师小把戏吗？这个是，嗯，哦哟，
着火了，我火了。OK， 拜拜。经典剧情小短片。这是在干嘛？哇哦！别，哎呦！完了，兄弟，这是暴君吗？哇，这个有点吓人，把自己带入进去这个环境就很恐怖。哇，这个有点气氛哦。但是快跑啊妹子，别照相了呀，快快出去。哇，还照啊，在你后面，在你面前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感觉要出大问题了，应该要挂了。在你后面，结束了，好吧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那个。